不求劲爆离婚，症结无法协调歧义。Sometimes you have to battle through. That's marriage, right? 好莱坞最红夫妻不求，竟传离婚了。据 TMZ 报道，裘丽已在美国时间19号诉请离婚，要求六名子女单独抚养权，结束两年婚姻。离婚原因是无法协调的歧义。他们在2005年拍摄《史密斯任务》，天雷勾动地火，小布还为了裘丽，隔年和珍妮佛·安妮斯顿离婚。两人在一起12年，亲生3个，领养3个，常常1家8口，世界啪啪照。不过可能小孩真的太多，有关孩子教育产生的纠纷是主要无法协调歧义的症结点。 I need more money. 未看先猜，夫妻财产争夺战即将开打。娱乐动新闻，好莱坞童话破灭了，报道。